FB 本专蒜头哥辣椒妹的可爱日常，经常分享柴犬蒜头跟辣椒的日常。这天主人分享辣椒都会在睡前跑去找自己抓抓背，主人便用不求人帮辣椒抓背，在主人要停下时，辣椒还会转头示意还要。可爱影片一播出，让网友笑翻，直呼太 cute 了。